老公又偷吃，还把我的鸡蛋吃完了，亏我给你准备了大餐。鸡蛋吃完了还不够，还要吃我的饺子，居然一盆也不给我留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烫死了。你傻瓜，你今天吃这么好？这备孕我肯定得吃好一点啊，我煮了大砂锅。你肯定是好东西吧？那肯定呀。你看，我饺子都帮你放好了，你需要补补。来，你吃饺子，我吃这个。做饭的人还没饭吃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又换过来了，你不后悔啊？我不后悔，再后悔我今天就是猪八戒。等一下，就管他叫猪八戒。哎，你赶紧吃吧。傻老公可真好骗，看他开心那样就好笑。大砂锅里面肯定是焖排骨啊。叮叮叮，这是什么呀？加热包啊？这怎么吃啊？你骗我饺子吃，吃我好几个狗，真的是。你自己要换的，又不是我给你换的。还是我的饺子香啊。等你吃完，我就吃我的大砂锅了。他吃饭慢得要命，我实在是等不及了。不够吃啊！真小气，这种人。啊！我还是先吃点其他东西吧。等会我吃这个，你可别抢啊！我抢，我是猪。你要不要喝玉米羹？好嘞好嘞，你不搞个饺子汤？这不比饺子汤好喝多了？你什么都要抢着吃，你这个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备孕，不是我在备孕。当初我花500娶你，不是要你来吃东西的，你就应该洗衣做饭，搞卫生。哇，喝下去一下子全身都暖和了。嗯。老婆，这个玉米羹啊，它吃起来软糯香甜，而且饱腹感特别强，还有很浓的玉米味，这个应该很贵吧？贵什么贵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会省钱了，这很划算的。哎，你看它配料表啊，是不是很干净？只有玉米、山药、葛根和大米。哦，家人们，这里面啊，满满的全是膳食纤维啊，像这种大鱼大肉吃多的，来上一碗真的再合适不过了。而且啊，它这个冲泡特别方便，开水一冲一搅拌，直接就能吃了，还不用你去煮好几个小时。这一罐啊，这含量有500克啊，然后呢，拍三罐的话，还送你同款的这个碗跟勺子，这些都是送的，特别漂亮。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拍一下啊。19.9三罐，还送碗跟勺？对啊。哇，老婆你真会买东西，以后多买点啊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赶紧吃吧你。我也吃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。哇，平时看老胖买一堆破烂，这次买东西倒是挺会买的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说好了不准抢我的啊。哎呀，吃你的加乐包吧，一天天的。懂什么呀？呦呦呦呦，吃啊吃啊。我吃这加热包啊。哎呀，是给下面的东西加热的呀。大猪蹄烤乳猪，给我。给什么鬼啊，走开，我自己吃，吃饭去。爸，你来啦。还有鸡蛋呢，我吃一个。哎，我女儿来了吗？没来就吃，去叫她洗脚吃饭。亲女儿一会儿肯定又吃毒死，这个藏起来给英子吃。亲女儿总欺负英子，今天就好好教训亲女儿。来来了没？来了来了，催催催的，慢死了。今天吃炒饭呀？啊，炒饭。哎，炒饭也行，好久没吃炒饭。哎，你能分我一点点吗？分。这么一点怎么够分呢、啊、我自己都不够吃呢。妹都拿走了，那我吃啥？哎，你干嘛？这爸给我准备的。哎，瞧瞧你洗手没，脏死了。洗手去。女儿女儿女儿，
你这炒饭等会再吃。爸呀，还有你准备了一个硬菜，你一会儿把这个给他吃啊。行，那你快去。啊，我去拿啊。变态。嗯。哇，还真是硬菜呀。给虎虾。来，我吃这个，这给他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这都没个蘸料。哎呀，你瞧瞧爸这记性，上年纪忘了。我劝你啊，你呀、先给它剥好，剥好最后一起吃，配着料，一口一颗，舒服的很呢。你等着啊。好，行，剥好啊。那我先剥好。就猜到亲女儿要抢、今天这下女儿是吃不成了。磨磨唧唧的洗个手，洗好了。行行，吃吧，可别说我不给你吃的了啊！今天都给你，这个给我，给你，还有这个都给你。谢谢妹，袖子弄高一点。亲女儿也太霸道了。谢谢，不用谢。我这傻女儿还在那傻乐呢。哎呀，爸，你拿个盘子过来呀。放这里面啊，晾着，慢点。有鸡蛋吃总比饿肚子强。没有汤，那就配豆浆吧。有人。英子，你慢慢吃，爸给你留了好吃的在后头呢。炒饭给你吃去，真是便宜你了。有人。一口豆浆，一口炒饭的，可真是太香了，口感细腻丝滑，比外面早餐店买的好喝多了。哇，好喝吗？好喝，特别好喝。别匆匆。我爸做的炒饭和这个燕窝银耳豆浆太搭了，它还有一股淡淡的甜味，越喝越美滋滋啊！哎，这太贵了，这感觉。再来一口。平日里亲女儿总欺负英子，这回当爸的得帮帮英子，必须给亲女儿来点教训。哇，是好喝，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啊！哇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豆浆搭配着炒饭真的好香。爸，你别说，你这豆浆真好喝，它这个喝起来不仅有银耳的那个香脆感。而且还有燕窝的丝滑感呢，这贵不贵啊，爸？不贵，我给大伙儿也介绍一下啊。来，我女儿们啊，喝的这个豆浆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啊，它这个配料呀、非常干净，只有燕窝粉、银耳还有豆浆粉啊，没有什么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啊，连这个蔗糖啊都没有添加，所以说啊，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去喝。早上起来啊，配个馒头呀，配个油条都非常的合适啊。现在不是马上过年了嘛，大家送长辈啊、走亲戚啊都可以啊，非常合适。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，不到一杯奶茶钱，开一袋送两袋，关键还送你们这个胖胖杯呢，盖着呢，来来看，都是送的啊。喜欢的哥哥姐姐们，下方小黄车去拍啊。不错呀，多买一点。行，早平时早上喝。哎呀，蘸料好了没？好了好了。好了。哇！放回去！我真的裂开了这个。我好不容易。哎呦我的妈！鼻子。我不。给。爸，你吃吧，你吃。你吃。女儿，疼不疼？哎呀，爸下手是重了一点，我也知道你饭量大，每次都想多吃一点，但你也不能总抢英子的呀，英子她是你姐呀，我们更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应该相亲相爱，互相分享，对不对？你要学会分享呀，分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这样子我们这个家庭才能蒸蒸日上，而不是每天都吵来吵去，吵来吵去，抢来抢去啊，把思想让你成为一个美丽大方善良的女孩，明白爸爸的用心良苦了吗？别哭了啊，你吃，爸爸吃，你们吃，给你妹妹，你吃。